今天再来开一个这个毛绒娃娃的开箱，里面一共有四个，分别是这四个。哦，这是一个挂件啊，这不会是挂窗帘上的吧？哦，咋没穿衣服呢？那是一个，这是兔美美啊，尽显时尚风格。然后再来开第二个啊。OK， 雪球球，看这怎么事儿？哎呦，这大呀，村大庙来的，主打一个项链啊，这个主打项链风啊。退后，我要开始装逼。怎么样？兄弟，出门你就是全场的焦点。就是后面有点不够长，反正这个要能再加长点就更完美了啊。